传说在世界末日来临之际，将会有一位救世主出现，拯救世人。在东西方的宗教典籍当中，都不约而同地记载着这一现象。乍一看，好像世界上有很多个救世主，然而令人震惊的是，众多救世主的身上竟然都有一些关联性。难道这些救世主都是同一个人吗？想知道的朋友们给点个关注，接下来带朋友们找一下传说中的救世主。弥勒佛和紫薇圣人是同一人，在佛教和道教的末世预言当中都曾经记载着各自的救世主，佛教的是弥勒佛，道教的则是紫薇圣人。令人惊讶的是，在一些典籍的记载当中，我们可以发现两位救世主很可能是同一人。佛教的预言典籍叫做《佛说法涅槃经》，书中记载佛祖在涅槃前三个月已经预知到自己即将涅槃，随后便告诉侍从阿难，在自己涅槃之后，佛法会逐渐消亡，魔道会乘势而起，此后各种自然灾害都会爆发，人间将会迎来末日，直到数千万年后救世主弥勒佛的出现，人间才会恢复生机。道教的预言典籍则是《推背图》，由道士李淳风和袁天罡所著，此书预言了大唐之后2000多年的国运，其中会有不少的灾难，包括战争、瘟疫、自然灾害等，一直到救世主紫薇圣人的出现才为世界带来了和平。两本著名的宗教书籍都说出了人类面临末日的预言，而且不约而同的都提到一位救世主。对于这位救世主，佛教的说法是弥勒下凡，道教则是紫微星转世，据记载他们都出自于神秘的东方，而且会用超前的思想引领人们走向正道，所以极有可能他们是同一个人，只不过是两个宗教不同的表述。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预言典籍当中，同样记载着两位救世主，通过两大宗教的记载可以发现，两位救世主很可能是同一人，世界三大宗教的救世主竟是同一人。在基督教的启示经典圣经旧约当中，就预言了未来犹太国将会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，此时会出现一位背负着十字架的救世主弥赛亚，他将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困境。而基督教内部认为弥赛亚就是耶稣基督。据新约和旧约记载，在末日审判的时候，天灾人祸都会降临人间，世界被战争和自然灾害所摧毁，而耶稣则会从天而降，带领人们脱离苦海，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。无独有偶，同为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则有一部重要典籍叫做《圣训》，里面曾预言人间将会遭遇巨大的灾难，在此之后会出现一位叫做马赫迪的末日领袖，马赫迪会带领人们建立公平与正义，驱除邪恶，同时还会利用自身操控风雨的能力，为人们带来充足的粮食和牲畜，然后就会领导一场革命，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秩序。两个宗教对于末世的预言都十分相似，而且都会出现一个救世主。但事实上，无论是佛教的弥勒、道教的紫薇圣人，还是基督教的弥撒亚、伊斯兰教的马赫迪，这些称呼都是来自于密特拉一词。在三大宗教诞生之前，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更为古老的宗教，叫做密特拉教。这个教派对于三大宗教都起到了很大的影响作用，其中就包括了救世主信仰。因为在苏美尔文明之后的两河流域经常会遭到异族的入侵，所以在当地开始盛行一种未来救世主的信仰。当时人们大多相信会有一个神来到人间，为大家带来和平与幸福。世界三大宗教竟然都来自于同一个古老宗教，弥勒和弥赛亚是同一人吗？救世主信仰的背后有着怎么样的文化？东西方共同的救世主，国学大师季羡林曾经有过一个重要的发现，他认为佛教的救世主弥勒佛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撒亚其实是同一人。在他的研究当中，他发现最早期的佛经大多数是用中亚和古代新疆的文字编写的，并不是标准的梵文，所以弥勒一词很可能是从当地的文字翻译过来，这个词和梵文中的慈悲慈爱有关。而基督教的救世主弥撒亚同样有着这样的规律，他发现弥撒亚的英文是从希伯来文翻译过来的，而希伯来文中弥撒亚和梵文中慈悲慈爱的拼法也是十分相似的。由此可以推断出东西方的救世主就是同一个人。其实三大宗教的救世主并非是一个实体的人，他更多是一种思想，这种思想汇聚了当时所有世界文明当中美好善良的东西。所以通过弥勒和弥赛亚的译文，我们可以知道其实救世主就是慈悲，它寓意着人类的光明和希望。所以救世主信仰从一开始就代表着一种善良的思想，
世界三大宗教不同的救世主，只不过是对于这一美好寄托的不同解释而已。从救世主信仰中我们可以知道，其实世界人民对于美好的追求都是一样的，只要大家都怀有一颗慈悲之心，救世主就会降临到我们的世界，为人们带来爱与和平。那么你们心目当中的救世主是怎么样的？请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吧。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欢迎大家踊跃讨论。生活很美好，感谢有你们，咱们下期再见。